古仔我爸爸厉害了。我老。哎，爸爸我给他。昨天那个叫做鸡肉松弛剂。像我们鸡块多鸡块无味嘞。过去啊啦。我也不知道。像头壳而已。吃就是。你要闪着，连头壳都无好去啊。哎，包红的吃的，一百块我丢了。好我通常省大腰就是。会。会。但是最好的话，应该不是要用保利龙，应该是剖剖较好，腹部啦。通常就是打一针，打一针肌肉松弛剂，然后吃三天的飞蝇跟美菲素鸡，然后美菲素鸡里面还会再多一颗胃药，通常三颗药吃三天就好了。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么多药？我最早最早以前是在医院上班。你看这种东西这么水，你看。用这种物件吼，也袂芳。人这了，外口就是人曝焦啊，曝焦干贝一斤千外块，你知无？哈？这个讲无芳啊，无芳哪个泡？泡水。不用。这个没，他没有晒过，没有拍过，啊，用菜，用菜，用菜，擦，用煎的也有，啊，我这先买一个，我用所有干贝内底这种上贵，这种上贵，拍过个用拍好的，拍好的一斤千外，一斤千外，较好的分两千外嘛有，这种物件我讲无，这外好无得要一包一公斤，一公斤啊，这我汽车店还要问哦，这种物件哦，一公斤内底一公斤绝对还阁破千的。爱食紧，我家一箱尔无啊，我家一箱尔无啊，吼，加只尔无啊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哎，拄啊好，吼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个也计无啊。啊，你有解，你买啊无解，不要紧，无解不要紧，吼，咱搁收起安尼尔。一包卖讲，外口来讲，这种干贝外口你买啊上解无绝对啊，绝对绝对超过一箱，一包来一箱啊。一公斤呢，这阿表示啊，十重一公斤，十重一公斤啊，净重啊，净重就是无挂炉啊，无挂边一公斤，一包麦要开一千，只能挂开两千，千五啥的，一千块嘞，有人爱一千块嘞，好不？哎呀，烟是好啊，好，好啦。哎呦，本来你不搞贵呢，贵一千上一千。够啥？一千块够啥？无安尼啦，讲较紧哩啦，三个人配料啦，500分。500哩，五个钱。OK。还投500分，还投给500多，最后一个先卖500块。500块够啥？500够人哎，500。但是你回去一包套路就是这么多，套路绝对有这么多，没这么多面，没人来。我问地主谁？整齐那边瞧一瞧。250，买一包回去看看，25有人来。25，你爱无啦？炒菜尔，我是讲炒菜。这种物件，我讲这种物件比曝焦好，较好。你听无？曝焦伊只是一个芳气，啊叫规粒规粒落安尼。
一丝一丝安尼，也无你偌好食，这种物件来讲无拍过，这种物件食着，再搁甜到球球，啊，同款你又共炒，我是要炒咸的，炒了鱼脯啊、青菜你安怎煮好？你安尼，这种物件你搁不要煮我大啊，哎，你爱无啦？记得啦，你爱五年，你买一包年，你是，好啦，来啦，来来，啊，人靠边，人走路，拢无去啊，哎，好吧。我要找海瓜子呢。最后一包二个五千卖250。哎。哎。再找一个找七两红，吼，再两个，两个再找150。哎，好嘞，各位姐先有无？花枝的。花枝哟，花枝大只的哦。大只的哦，这大只哦。回忆一下，哦，回忆一下，大声，大声。我唔知影你这介绍安怎啦？哦，伫阮彰化，干那一斤上届无来破300，一斤来破300，这一尾干那这一尾抬较好安尼哦，抬好安尼一尾安尼哦，凊彩一尾拢爱超过，绝对拢爱超过200，一只拢爱200。唔，我捌去红车买过，伊拄好迄天咱讲家己厝的无飞机，走去红车共买去用骗，一只甲我算200，我啥物也扛袂。你袂记穿衫出去啊？哈！你袂记穿衫出去啊？袂记穿衫出去。嘿啊！然后今我来讲真诶，有一届我讲爸去鱼港食餐软丝啊，叫做食着知影毋是软丝啊，阮爸煞摕咩招伊，讲伊讲小姐，拜托你若趁遐着，你摕这种物件出来，你用食甘着？真诶，我袂认真诶啊！哎呀，一个都拍穿啊！哈！食500，因为恁家己买，恁家己知影毋食着，啊，来飞机过啊！飞机过来嘞，啊，无安尼，我是做死的人去，来啦，两只500，三只500好嘞，500块啦，500先卖500块，飞机，飞机唔是飞行机呢，这三只500，一只好像175嘞，水的呢，装车，一只只要过是500啦，500好嘞，五百八只500，咁我只只个送500，500都系 ，OK 好无？500尔，收住嚟咯喂。还够500先卖500，下底多一份好嘞。3、4，等下伊讲这4只500，这5只拢你600好不好？600这里，最后一只剩100而已。好，好吧。来啊，这种食起来，这种食起来较脆，食起来较脆。啊，这种物件哦，鲜度好，这种物件属于啥？这种物件是较甜，食落伊会反甜。哦，这种物件沙沙，你甲食就知啊。你甲食伊的原味，你甲食，你甲哪薄哪甜，哪薄哪甜，这种物件较甜。你是要听无啦？要对奖啦？要对奖啦？对奖啦？这种的好来，好丢吗？我来讲嘛，我来讲，即马外口市价就对啦。即马外口全球全球的全球的套餐拢起价，因为拢赢无。尤其是这种单栋的一只套落来这种的，即间这只外口你去问看卖，这只若无200块，你买袂着啦。套餐好啊，套餐嘞。哎，讲这种啊，一只200，你绝对买袂着啦。两只400，你300、600、500，你来，你只买个300、500，
久，我只要搁请你五百分，只要一百，你我绝对无得买。很大只，大只不要紧啦，不差就大只啦。来啦，搁请五百，搁请啦，靠皮啦。来，加个钱，加个钱，加个钱。五百多块。这种物件你老底买实在用啊。我一届五百了，这种物件我来讲，人一包草纸等于叫你爱八倍的哇，这种的免哦，这种的免八倍，哎五百块，搁啥的五百，搁啥的，搁啥搁啥廿九的，草纸搁啥的五百块，五百搁无，五百块，五百草纸，这种大草纸，这种单大草纸无人来，我再讲问一下五百块，五百，五百有无？五百，干阿只尔，我使算使来干阿只尔，干袂少尔。讲两千嘛无问题，这物件看人吃，哦，无大家也要做这种物件，来，请我去走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哈！我问坐，你有想要坐，但是五百块先坐，想要买三百有无？三只三百哩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多少？八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搁落去，搁落去，怎啊来？来，小心，三百块，有人要三百无？三百有无？来，五百块来，落我来。哎，你出来了呢吼？向海，啊，南海千阳啦，哎，个人来无，靠谱，靠谱个人来无，五百还是三百？三百，靠谱个向海，靠谱个向海，我讲，这这几尾个四尾只拢来，共我五百好咯，五百块最后钱想买五百，来咯来。来好来，搁要一声。花仓好，花仓春节呢？有啊。仓仓，仓仓，仓仓，全部给你吃得完吗？到上去吗？哎，两百六十。啊？仓仓有上去。仓仓哪个仓仓？这个仓仓哦，比两边聊聊啊，脾气做歹，性格做歹，迄个哟。无啦。伊长有啉的款哦，今日无起。是啊，长无啉吗？长无啉哦，伊这款长无啉哦。长无啉。哎，哎，遐来包一下，遐去，只能够遐包。好好好，你卖后白叮当好。虾饼有冇食无？虾饼。食。有冇食虾饼？去张虾饼上无？好。好。两百块就可以了，两百块。哎，几时啊？几时啊？还两百一包来，只有两条来，只有里面有酱料。啊，一包两条，三包六条，四包八条，两百。谢谢，感谢你。虾饼够人来，我一张虾饼。哎呀，好不好？两百块呀！你够讲不讲哈？哎，就是包。虾饼够不？哎。哎，虾饼呢？虾饼呢？两百块。哎，无啊，虾饼够啊。够人要一张虾饼的不？一张虾饼够人来不？弄我哦，弄我哦！哎，还没订阅，还没按赞的，赶快订阅，按赞起来！两万订阅哦，再抽一台冷冻库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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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物件水不水？你来看下。清清工。哎，一红烟厂的，这一尾就当，你若讲我一尾台，一尾青菜台，一尾芒果开百五了，一尾百五，两尾开三百，这两只三百，两三，两四尾开六百，两四尾开六百，五百，一个几只五百个。对，这边这边比较窄。两百两，五百五百，哎呀，够了。谢阿姨了。五百块，轻微五百，直接升了，别改一千块的，对吧？我跟各位讲哦，两万订阅抽的那一台比上次那一台还要大。对对对，最好是两千两万，剩四个货的。我打算这水，这货蛮轻的。来谢谢啊。五百五百，至少是两个人去的，四位的，六位的。你六百的，七百的，五百五百的，哎，六百的，六百的，卖的，卖的，六百的，八百的，漂亮的。
对啊，之前是素食自助餐。没了，头刀肉没了。啊？头刀肉无啊嘛？头刀肉无啊？嗯。头刀肉无。错单了，错单了。哎呀，错单了，今年我收五个人去，人买五百块，五百块等于六行的，有烤箱，有烤的，无烤箱打折。有烤箱，有烤的，无烤箱打折哈。啊，真紧嘞，我收五个人去，一人一袋来啦，一人两袋。趁讲顶下像这大袋，一袋行起开三百，五个人去才买。贴贵的，迄时间摕两袋去就好啊！你搁在遐海内海去，灌也灌一罐，头脑不好使哦。啊，今年免少个，我是该发财。哎呀，一人要几袋六袋啊？什么食五百块？一人六袋嘞，遐五百，一人六袋五百，五百块，五百，五百，四个人计啥？三百了。那个是花枝鱼，花枝标。这里啊，头麦去撞着，我惊你撞着。哎，好，好客兄，我都无多安。这个兄弟收无啊，我看四个客人无啊。一样诶，三百块，两叠、三叠、四叠。四块钱来拿，四块钱，四块钱。这下最后三个人结果现在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个，三百，一双五十块两块。有烤箱，有烤箱，无烤箱用打针袂啊，三百哩，三百块，三百。为了袂让无人包，人来包。双生暖男。我包完啊，谢谢。来，我来问一声，想问一声，你讲？水好，水真啊无啊？讲我哩1000块就好了。鱿鱼是黑皮的，真正的鱿鱼是黑色的皮的，那个叫细鳞鱿干。你是三点三百七，三百三百七的。鱿鱼叫细鳞鱿干，皮是更黑的。然后那个鳞很小片，很小片那种。鲈鱼啷个吃？鲈鱼啷个吃？鲈鱼啊，你先把鲈鱼吃，先把鲈鱼放下。哇，熊赞，听到逃课熊。你把鲈鱼先买，先把鲈鱼放下来啦。爱食我一尾也得一尾一斤重，一尾一斤重。我一斤也得一斤开百八，一斤开百八，一斤百八，一尾各工期开起来200，两尾300，两尾300，四尾开500啥的，你三尾500，四尾500咧，500。今年啊，不要买那么多，我是要。啊，一尾了，那四尾就500咩？常常在看。18岁又246天的迄种美少女型的。我招两个人去，招两位来，招三位，招四位，招四只，招四只，300了啦。
金毛落来，300块、300块，一只出75块，一只剩75块而已。300块三百有人买，三百公，买到几块？买够有人买金毛，一尾嘞，两尾嘞，两块就去三尾嘞，四只，管啦。300，300块呀。三百块，伊还做青叶无人买，伊啊水果无人，不一个人过来300块，有1500，佫剩下300块遐落伊啊，鲈鱼300，还是买两卖100块，对，100块。每人要新的商品，什么什么我搁新的商品才好啦，带这个看，脸书的，我要买一个邱文义要解赎罪是不是？被刷，炸两千四四的水去被刷，关牢牢的就得了。500块，我还是现在500块，500，这边。